欢迎收看《酷酷兄弟》特别企划，在特别企划里面，佩妮仙老师要帮我们做些什么东西？好，我们今天要来比赛。好，比赛。对，比赛呢，输的呢就要接受惩罚。又来到了残忍的时刻。对，没错。为什么我们节目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？我也不知道。应该不应该有处罚？我们应该和睦相处。本来就是可以这样子啊。不过大家比较喜欢看我们被弄的。对，大家喜欢看佩妮仙。好，今天那个赢的人呢，可以那个对输的人有一点小小的发泄。每次都这样。不一定每次啊，有时候可以互相帮忙，好不好？一个人输了，另外一个人帮忙。所以我们今天的惩罚是你这么快就要遭惩罚？你还没有听我们要玩什么？我是想知道我们今天会遭受到什么惩罚啊？今天惩罚就是好，你手上这一个，就是我手上的东西吗？手上这个呢是一个非常轻大的弹弓，你看它还有瞄准的准心点，对。好，然后呢，赢的人呢可以拿这个弹弓去打输的人。你说这样吗？这样也这方式也不错，对吧？你会受比较多伤。对，他有他的弹弓，对，可以用弹弓去射另外一个人。老师。对，这个跟科学好像没什么关系哦。嗯，对，可是我们的那个比赛的东西，我们比赛有的，好，比赛都可以有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是要比呢，你们三个人呢，不，你们两个人，三个人，好可怕。老师，你不要吓我，你们才刚开耶。是啊，好，你们两个人呢，从这三个杯子里面呢，选一个，对，选一个，然后呢，好，那我选这个，还没啦，你选什么？因为公平起见呢，就猜拳，赢的人先选，对，然后看谁可以把骰子或者是弹珠转起来，这没什么困难了，来吧，剪刀石头布，赢了，我就选这个了，他就是一脸就是想老师，怎么了？老师在我下，交起来，我来看一下哈，来看一下吼。其实你知道吗？我要跟你说一件事情，你有看赌神里面的骰盅？是，骰盅其实都是长这个样子。对，其实很像，有没有？对，骰盅不是弄来这样子转的啊，它是啊，它原本设计就是弄来这样子，不是啊？是啊，它是这样盖着，然后这样子，对，骰盅是比较会让圆圆的长方形东西在那边转。你没再换了？想换吗？不行，它转一定要盖过，盖起来转还是可以这样。要盖起来，这样子转谁不会？不行了，你不能换了。我的回合，原败。现在是我的回合。好了，我完全理解错误了。决定选这个好了。选哪一个？我觉得这个长度刚好是啊，对。要换吗？不用了，不用就是好。棘手无回大丈夫，看来你还蛮像是大丈夫。是吗？是。好了，我们现在一人一个骰子，一个弹珠。一个骰子，一个弹珠。对。好啦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做的是什么？先做弹珠好了。弹珠。先做弹珠。好。这有什么难的？好来，我们先让阿坚先好了。好来。我现在开始转了吗？对，开始。好像高度只有最到这边，对不对？其实有起来，有起来，有起来一点点。其实有起来还不错。我总觉得我会把我的给弄破，哎，它很薄哎。对，是很薄啊，对，没错。好，我来试试看喽。哎，不错耶！所以第一回合我们阿神获胜。Yes。这杯子是有问题。来来来，我看一下。等等，我告诉你，我告诉你，换骰子。我告诉你，它里面不是平行的。我告诉你。这个地方，这个轨道，它这一圈很适合东西在这个地方转。对，它其实就会卡在这个地方，就会卡在这个地方。我告诉你，要不要再换一个？我试试看这个，换一个。好，那我们要换第二轮，我要换骰子了。有没有看他现在脸？啊，换骰子。骰子吗？你先来吗？你先请。我觉得骰子转不起来。没关系，你先好了，对。好，先陪阿神对。哎呦，还不错耶！它可以上去吗？对，就起来了。Piece of cake。啊，不玩了，烂游戏，不玩了，走了。阿杰，生气了，坐好，生气了，好。没有了，我们要请老师解释一下它的原理。对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其实呢，你看，其实这个一开始呢，它的胜负就已经在选杯子的时候就已经决定好了。你有没有看他们这三个杯子？有不一样的地方。不一样的地方，我猜应该是它的底部比较宽一点，对，这跟离心力有关系，对不对？对，然后你看哦，我们现在把它放上去，所以其实它这个并没有什么太多的诀窍，它就是你要选的时候把杯子选好就对了。对，那我们在卷的时候呢，因为你想想看，它如果是一个直的，它其实没有一个向上抓住它的力气，对，它选弯的，对，所以你看我们选弯的，轻而易举它就上去了，对不对？就非
非常的容易。所以这个诀窍还是在选杯子。他的诀窍，你应该选两个，你应该输在一开始猜拳的地方啊。其实他刚刚这个也有上去啊，你有没有看到这边有一个斜斜的口？一点点，所以他就又到那个地方了。对，那像这个就没有办法，完全一点办法，他完全没有办法有那个摩擦力把它给抓上去，他抓不上去。对，好，没关系啊，我愿赌服输 ，OK 的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？好，我们现在有一个那个惩罚呢，是我们要拿这个弹弓。这个弹弓呢，其实非常的强大。我们来看一下阿谦身上，有没有看？他其实还有瞄准。我被瞄准了。对，有没有看到啊？太亮了。你要把手放拿起来，你把手。哦哟，对，你遮一下，你把手放上去。好，看到吗？这是瞄准这边。然后你看他以他的这个设计，看是不是？还可以。有一种。他只要一拉，他就可以马上那个瞄准你，有一种玩具反斗城的推销员的感觉。哎，对对对，你不觉得它的功能非常强大吗？对不对？我觉得还好啊。哎，做科学会员这边拉，所以这个东西要怎么用？好，那就是等一下你就要拿这个呢来瞄准着阿谦，杀害我的好伙伴，对不对？对。那刚刚我讲他的重点就是他只是看起来很强大，但是一点都不准，所以你还是有可能打不到他，就是真的吗？所以老师，你要坐在这个地方，然后让我。没有，我们就不用动了，就不用动。我不行，对，赶快退开。所以是这样子吗？还是我们现在阿谦站起来好？对，我站起来就是。然后你不能向上，你只能向下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你的弹弓不能往上射，不然你射在我脸。好了，不要说我对你不好，我有做了一个卫生纸球。对，撑不住了，开始了吗？对 ，Ready， 三、二，眼睛闭起来。超烂，这根本没有用啊！直接用丢的，哎，直接用丢的。在这一集结束之前啊，我们要送出四组套票，分别是两组义大的东西。有没有发现我们今天的背景后面都是义大，很可爱的，没有错。对，我们今天要送出四组东西，两组义大的东西，然后义大的套票。套票哦，所以是成对的，两个。你可以带着你的爸爸或者是妈妈，或者你只能选爸爸或者是妈妈。太凶了啦，兄弟姐妹、好朋友、同学什么的，对，阿公阿嬤或者是叔叔爷爷奶奶，曾祖父、曾祖母、曾太多了。记得只要到我们的酷酷兄弟的粉丝团上面去，只要去留言关于义大的东西，不管是义大的游乐设施啊，或是大义，你知道后面那一只蓝色的犀牛叫大义吗？大义，它有名字哦，它就是大义。对，那我们要送出的四组东西呢，上传只要任何东西，我们就会送出这四组，分别是两组套票，另外是两组一些他的娃娃、公仔这些周边上面的东西。另外在9月26的时候，在义大他们有一些万圣节的鬼东西，一些游行，你知道吗？这个送东西有没有截止日期啊？有没有截止日期？到什么时候？九月六号吧，9月6号就结束了。9月6号以前，一定要赶快留言。对，9月6号的时候，一定要在我们的酷酷兄弟的粉丝团上面留言。只要任何有关义大的图片、照片、事情都可以。这么好抽？好，抽出四组喽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不要忘了在左上角一个喜欢，在左下角一个订阅，绝对没有频道，随时跟踪片动态。下一期再见喽 ，See you guys， 拜拜。